导读：敷衍搞事业认真卖腐，任嘉伦新剧现争议，转型太难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穆青在卧底行动中和毒枭的女儿欧可欣擦出了爱的火花，这位反派大小姐自曝卧底身份，和穆青一起完成了缉毒行动，这剧情听着颇有种 TVB 警匪的风格，既有三年又三年的卧底剧情，又有卧底警察和反派大小姐的甜虐恋情，卧底缉毒的设定少不了动作戏和大场面，对演员的演技也很有要求，卧底生死瞬间的情绪变化灵活应对都要靠演员用心诠释，对观众来说，任嘉伦的缉毒警角色很有新鲜感，此前也没尝试过类似角色，任嘉伦本人对不说再见和穆青这一角色也很看重，在某次直播中多次表示很喜欢穆青这一角色，虽说任嘉伦对三年前的演绎略有不满意，表示现在演会有不同的方式，但他对这部剧和穆青这个角色的满意程度还是挺高的，也很期待，想来也是像穆青这样亦正亦邪有勇有谋的卧底角色，确实是演员心向往之的类型，题材吸睛加上演员认可，不说再见刚开播时很受关注，可越往后水花就越小，任嘉伦看中的作品咋就这么糊了，剧情带来的争议和粉丝的安利交缠在一起，你觉得不说再见表现如何，任嘉伦时不时被自己期待的角色坑了一把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